祖国广袤的大地上，25000公里钢铁大动脉正在强劲脉动。进入新时代，八纵八横世界最强高铁网正在纵横延展。从林海雪原到热带丛林，从大漠戈壁到东海之滨，跨越田野阡陌，通达四面八方，时速350公里，光耀神州，领跑世界。世界小了，梦想大了，家人近了，乡愁浓了。一列列复兴号成为时代新背景，一座座现代化车站成为城市新地标，车轮滚滚，展现着美丽中国的壮丽画卷。网络购票、移动支付、智能导航、刷脸进站、自助订餐、站车 WiFi， 你创造着美好生活新时空。你的身后是勇当先行的铁路人。他们是旅客的亲人，是家人熟悉的陌生人，他们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未来，插上智能化翅膀的你，必将更加强壮帅气，更加聪明智慧，更加体贴懂你。新时代，是奋斗者的时代，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奔向充满希望的远方，逐梦飞翔，续写辉煌。